第三節開始啦嚇，有呢個白色啊 ，Big Hero 啊，開波啊！我有跳，嚟啊！踢低佢先，我十三秒。SMBC 嚇，呢又守唔住個籃板啦，又嗰個彈弓人嚇，阿恆俾人哋砸咗個籃板翻嚟。論彈跳力啊，你全場都冇人夠佢彈啊！呢啲位，呢啲對啲咁彈得嘅球員，呢啲要咩位啊？攝實佢啊！收曬，或者用籃板送佢上埋球線都係一個辦法。23篮板，23，这个没压力的失误是来自 Big Hero 的白色，没事，好啊，这个球啊，刚才是李俊杰啊，可能佢琴晚打完呢個 back to back 啊，好辛苦啊，背靠背嘅兩場波啊，十三自己嚟，冇咗，冇籃板，快啊！白色繼續守212啊，5-0，0-21，入啊！呢球喺罰球位攞到波啊！將212嗰個防守，那個防守完全拍得好清楚啊，好乾脆啊！係啊，我最中意你把聲。好，哇！我有啲 fans 啊。3-2啊！好啦，黑色換人。好多粉絲啊！呢個。好啦，六號 still， 繼續保持。大意得滯啊，黑色開咗底線。冇啊，一號籃板。喂，走，喂。六號 still， 入。still 仲入。呢球應該同你來自一號嘅失誤啊。9-1，入啊。陳朗賢啊，轉頭啊，即係將光索罪啦！呢球啊，將個中距離補翻後兩分，即係心理嘅負擔冇曬啊！頭先，死曬啦！死曬啦！都係來自啊陳朗賢話啊，去防守令到造就對方走步啊，瞬間由呢個罪人變咗英雄啊！陳朗賢。換人，換邊個？等等，睇到啊！我弟睇到啊！都話有啲緊張啊，阿怡。我可能都睇到。兩啲 ，OK。吹咗頒獎打手啊！呢個輕。入球係咯。坐到近啊！呢個三分射手冇理由炒粉㗎。剩低多球嚟啊！等陣，慢慢。入。開球。又拉。分數係23-9。23-23啊！兩球都入曬。咁快打咗分好犀利喎！3秒。
三秒呀，呢球波拉俾人捉到啊！阿曾嘉怡呢个全底线俾人捉到啊！隐蔽性唔够强啊！收波是犯规啊，寇正华。阿发，不过有十四秒进攻啊！咦？唔系射篮啊？唔知。好明顯啊！球證係打得識到位，射喺呢個未起動嘅動作犯規啊！另一個球證都睇唔到啊！三秒，好，阿伯可以過下幾次。出手的動作是很漂亮的，但是個球感比較差一點。你邊都多手啊，黑色。有三分。好計啊，呢個落咗喺啲好波之人阿迪身上。命中率啲三分至少有五成啊。Still 23。好啦，呢段時間零 time out， 個節奏全部都係俾住藍，俾住白色啊，控制住啊，黑色打得好亂啊！教練咧要求我暫停啊，翻去檢討一下先啊。傳唔到一個好嘅機會出手啊，仲要輸咗個快攻，呢啲係好傷。好强啊！你好。咩啊？食晒未啊？未喎。睇下暫停過後呢個 SNBC 有冇改善先啊！我哋睇下。張文傑想咪求線喎，呢位領隊兼吉隊長啊，有。Big Hero 係隊長啊，叫 Big Hero 啊。Big Hero。一輪混戰之後都入唔到攞個波入啊！三十六，十三廿三，冇啊！冇籃板，十二籃板。好亂啊！兩邊都進攻得非常之。只見這個出手，不見得入波啊！兩邊都手感麻麻地啊！李俊傑啊，由昨晚到而家啲手感都麻麻地啊！班長啊，中段有個逼啊！見佢出手都有啲猶豫啊！不過 open 就冇計啦，迫於無奈。先拋四次21-3分。佢心入邊有好多唔想造就自己呢個 open 啊！三啲，六籃，五籃板。1分鐘。2-9。九籃板。
加入搶發球線啦！呢球吹到十三號啊！啊，隊長張文傑犯規啊！三十秒，好入入，有啲運啊！睇下第二球會收正嗎？唔可以扣運。二十秒，唔好扣運氣啊！投啦！三十秒。三比二，揸到篮板，两分冇，又一篮板，一轮抢光之后都唔入啊！白色，比数廿七廿四，白色领先。